今天我们也不跟大家讲一些玄奇虚幻的事，但认真看进去是什么样的一个修行的层次，可以到这个舍利子里面，哇，一颗一颗的里面居然现出五种方位的佛啊，这怎么回事？我跟你讲，舍利子一直大家都觉得它非常非常的玄奇，但有的时候发现它的过程可能是完全是一种意外巧合。比如说在江西德兴这个静住律寺这个地方呢。这个静住律寺的戒本大师呢，就看到，因为当时那边一直在下雨，下雨的时候他就看到那个寺庙那个旁边那个地方一直在积水，看就很讨厌，所以呢，他就叫工人来干嘛？就是来修这个，不要把那个整个排水啊，整个清，然后把那个地下整个重新清理一下，就要做一个排水工程。然后结果那个工人就说：“好啊，你要做我就来做。”就做的时候，哇哇哇哇，突然间就空，这样敲到一个东西，就有一个长像铜盔一样的东西。他想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不会是炮弹吧？他以为是不是二十四天他留下来炮弹很紧张？结果呢，他继续挖的时候，过两天继续下大雨，下大雨那个水就浸下去，浸下去之后发觉下面根本不是普通的那个地基而已，它居然是一个地宫，下面有文章的、啊。是，那下面居然出现地宫的时候，因为这个戒本法师他心里都在想，我们这里这几百年来一直都是佛寺啊，那下面如果有地宫的话，那上面那一个东西是不是装了什么宝物啊？小心挖呀，这地宫里还有什么？对，所以呢，他回头就去找那个被工人扔到旁边去那个铁龟莲那个雅字座，他想那个里头一定是什么铁函，可能里头藏什么宝物、啊，就一打开。哇，居然满满好几百颗舍利子在里头，哪有这回事？挖都可以挖到舍利子，来看看，就是这个舍利子，对，就是这样的满满的舍利子在里头。那他就他也不太相信，想说这不是石头拿来骗人的，还跑去找专家鉴定。就专家一鉴定之后，发觉这是真的舍利子。那问题是，大家都觉得说啊，舍利不就是那个高僧啊这些佛祖烧不掉的烧不掉 的成分是什么？反正没关系，反正就是舍利嘛。但是我跟你讲，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东西哦，因为就有人不信邪，有人去找来了佛牙舍利，发舍利之后就想要帮他去做一些检查，去测他的那个导热率，就一测出来导热率不得了，他导热率居然在1000到2600左右。那我们知道金刚石的导热率是2300左右，对，所以他就觉得，哎、欸，这个质地怎么会这么坚韧呢？然后后来他再想一个绝招，我来测你的抗压性怎么样、嗯？就他居然给他施展2000T 的压力去碾压他，对，居然丝毫不动，压不碎的、哦，压不碎，所以他就觉得说，这个基本上是跟金刚石结构是一样的东西。这我就想到人家讲说，金刚舍利有没有是非常坚硬、啊？对，那问题是人类身上哪有这种东西啊？你怎么可能会烧出这种东西来啊？这不太。牙齿应该是珐琅质啊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呢？然后后来他们就用显微镜去看看它里头到底是什么成分，对，就一看不得了，你看显示出这样的一个东西，上面有图案、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你仔细看的话，其实这是一个佛祖的坐像，其实就像这样子，看到没有？一个佛祖的坐像啊、哦，然后旁边还有四个佛围绕着它，这个是正面的动作，对，正面，它正面比较像这一尊，对不对？比较像这一尊，就是这样正坐的这样、哦。那这个是侧坐，就比较像这一尊，对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四个佛这样围绕着它，对，哎，这东西里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影像？这会不会太神奇了？你说这绝对不可能是人磕上去，因为要用显微镜才看得到的东西、嗯，你怎么可能会磕上去呢？所以这个舍利哦，本身真的是有太多太多玄妙的地方，让大家难以理解。说到了舍利啊，我们一定要来看看。这一颗，它到底尊贵到一个什么程度？居然要盖了一座40亿固若金汤的舍利塔布，那不叫舍利塔，已经叫宫殿了，来保护它、欸。因为它基本上就跟个堡垒没什么两样，因为它非常非常大，它整个建筑面积将近10万平方公尺。十万平方公尺是什么概念？这3万多平哎、欸，这样要保护一颗舍利啊？对，我跟你讲，而且它主体结构9层哦，然后地下还用矿坑，它本来就是矿坑，然后它又搭了6层，对，然后呢，在它的整个最底层就供奉了这个释迦牟尼的顶骨舍利，你知道，它那个里头供奉那个金门呢、哦，据说那里头重达1吨重。他就把它整个巩固在里头，就怕人家去破坏掉。是，那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珍贵呢？我们都知道佛的舍利有很多种，有佛牙、佛子啊、佛骨啊。对。但是那些东西都是复数的，因为人的牙齿不止一颗嘛，对，很多颗。对。那手指也很多颗。对。可是佛的顶骨只有一个。所以它非常非常珍贵。是。那以前我们都觉得它已经是神话传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只有在前人上千年前的记载都有人看过这个东西，说它长得有点像蜂巢。然后上面那个发孔啊，人的那个头发长出来的那个孔，都看起来非常清楚。对，那问题是，千年之后没有人见过他，眼见为凭吧？对啊，那大家都觉得这只是一个传说而已。可是他莫名其妙在2008年被发现。那为什么会发现呢？他2006年的时候，当时他们中国大陆那边进行了一个所谓的
那个南京大报恩寺的一个考古工程，他们在那个地方，他们认为是大报恩寺的遗址，就想要在那边去挖。对，然后结果在那边挖挖挖挖挖，突然有一天就挖到一个像井一样的东西，然后他们想说这个井里头是什么呢？就发现里头居然是个地宫，那地宫里头应该会有一些宝物啊。结果一看的时候非常失望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居然写那个金陵长干寺。啊，我们挖错了吗？我们要挖大报恩寺，怎么挖到长干寺去呢？这完全挖错了，这搞什么啊？那但是都已经挖就挖了，就把它挖出来看看，就发觉不对，它里头居然记载，你知道吗？它这里头居然藏有佛顶古舍利，快找啊！一千多年没看到哎、欸。然后呢，他们说当时里头藏了十颗什么感应舍利，跟一个最珍贵的佛顶古舍利。然后呢，他们就想要去挖，就一挖真的出来了，然后就出现了这个东西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佛顶古舍利，这就是佛顶古舍利。这据说就是释迦牟尼在2500年前念那个圆寂之后呢，他就被烧火化之后，就出现这样一个东西。全世界只有这一个，全世界只有这一个。原来是当时有一个叫可证和尚的人，他当时就把这个感应舍利收集起来，然后呢，佛顶古舍利他也保存在那边。本来有一个人要跟他抢，叫李德裕，李德裕就是牛李党争那个李德裕很有名。然后那个刺史呢，他后来跟他拿走了11颗。但是他还剩10颗，那最重要的这个最珍贵的佛顶古舍利他没有给他，他就把它藏在这个地方，也不敢让人家知道。那长干寺其实根本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，然后呢，他就一直藏在这里，就藏在大报恩寺旁边，然后就一直埋在这边，到千年之后才被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头发现。那现在花了40亿来建这个宫殿，把它供奉起来，你就知道这是全世界最珍贵的东西，一年只有7次机会才可以看到，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。上跟我们这样看，我们其实讲过了很多修行人一些不可思议的情况，而这一个修行人他的不可思议当然不会少，没想到在他的生命的众生里面，前来跟他教会的都是我们看到鼎鼎大名历史上的名人啊。对，静香，你刚才用高僧来形容虚云和尚，其实我更喜欢用一个字，叫近代史上第一奇僧。他真的是很奇、很传奇的一生的一个人，叫奇僧。他既是高僧，也是奇僧。为什么？他从出生开始，一直到他过世，他过世的时候是120岁。哦，很长寿、哦，是很长寿，120岁，真正假霸日。对，从出生到过世都充满了一生，充满传奇。你看他出生的时候，其实很奇怪，是他当时他是在清朝道光年间就出生了，道光皇帝出生。有人形容他的一生叫历经过5帝4朝，五个皇帝：道光、咸丰、同治、光绪，是后面的那个溥仪啊，就是那个宣统皇帝。对，五个皇帝。哦，4个朝代，他活到120岁嘛，所以他一路从清朝到北洋军阀，到民国，到中共建政，毛泽东的时代。对，他毛泽东建政10年以后他才过世啊，是，他经历4个朝代。那这样的一个人，他出生的时候就充满传奇，为什么呢？他父亲40几岁了，他父亲是一个福建的一个小官，40几岁才生他这个孩子。结果他母亲怀胎十月的时候，怪事就发生了。怎么了？他母亲怀胎十月生下他的时候，一掉下来，呱呱落地，呱呱落地的，不是一个胎儿嘞，是一颗肉球。什么意思？对，小朋友长成像卵生一样，怀胎十月，怀胎9月下来，手脚头都要有啦。对，他没有，他是一颗肉球，所以真的人家讲是怪物嘛。他母亲看到他生下来是一颗肉球，吓坏了。不过你知道，他母亲因为看到他生下来是这个样子啊，吓坏，后来死掉了，吓死了。对，哦，这个孩子人家本来以为是他是怪物啊，但没想到他这个人就怪。他后来长成以后，他到十来岁左右，他每天没事，他喜欢跑到庙里面听和尚念经，听那个老禅师讲佛法，就有佛眼，就很奇怪。哦，他父亲你看他不行啊，10来岁没事跑庙里去听，啊，你就被给他出家了。好不容易得到这个孩子，40几岁才得到这个孩子，结果你知道，他父亲想了一个办法，说好，那我早一点让你成亲吧，是吧？结果在他17岁那一年呢，帮他一次娶了2房老婆，大老婆、大伯岁一几拜，这几拜娶两个嘿，17岁，结果你知道，他就是怪，他娶了这2个老婆以后，从洞房花烛夜开始。他从来不去碰他这个老婆，他每天就在房间里面继续念经礼佛。你知道，就后来他父亲拿他没办法，他干脆就跑去庙里面当和尚了，展开他一生的传奇。他出家之后了，你知道，他一路到50几岁的时候，他1840出生嘛，然后到1900他60岁的时候，他当时已经是德高望重的一个高僧，在中国整个大地上，他盖了几十间庙宇啊，
而且他每盖一间庙，他就把这个庙交给一个住持去管，他自己就在庙里面庙外面盖一间小茅屋，在里面打坐修佛，所以他德高望重。又当时慈禧太后碰到一件事，他是慈禧，他们讲说是慈禧时代的一个国师啊，国师。那慈禧不是1900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吗？对。打进北京，那个当时慈禧要西逃到长安，山西，对，山西西安，对。结果你知道，那个建亲王就找这个虚云法师说，这个老佛爷要往西逃啊，你们是半驾随行，一路啊保他平安。这个国师当然要嘛。后来他就跟着老佛爷就往西安逃。结果走到西安的时候，他看到一个景象。怎么了？当时因为西安大地是整个你看又战争嘛，又灾荒，所以死了很多人，那很多大体暴露在那个野外啊，暴露在街道上，还没有办法打理，所以就病尽横生，就变产生了瘟疫横行。当时老佛爷就跟他讲，怎么办？国师，你想想办法吧。瘟疫横行，他们以前讲这种东西叫天疫天灾嘛，天灾就是要我这种法力的人来治啊，来把它弄好啊。结果这个虚云法师说，可以，没有问题，我来求一场雪。你知道他到长安的时候是九月呢，八月节、九月节怎么可能？他跟老佛爷说：“我来求一场雪。”结果你知道他的弟子啊，一直劝他说：“你不行啊，你不能跟君前无戏言呢，你这会被杀头了。九月天哪来求雪啊？哪来下雪呢？”他说：“没关系，你们就照我的意思办。”结果他就跟慈禧答应了。答应了以后，他就叫他的弟子啊建立那个所谓的法台啊，法台要求雨。那个法台很高，3丈3，里面上面还布置了很多的那个所谓佛像，释迦牟尼佛啦、弥勒佛啦、那个观世音菩萨。对。哦，他坐在上面，带领9个大弟子在上面念经，然后底下你要，因为他德高望重，大家听说他要求雨啊，结果长安各全国各省听到，全部都赶来，总共来了将近1000个和尚。他上面台上坐9个，然后第二阶这边坐108个，所谓108个高僧，再下去360个高僧开始念经诵经，诵了7天，奇迹发生了。7天以后，真的长安开始下雪，九月雪就下来了，真的九月雪下了以后，当时所有其他底下那些高僧108个、360个高僧呢，一看下雪了，功德圆满，就开始走了。走了以后，虚云老和尚说：“不行，我还要继续在这边。为什么？”他说：“下雪下2个时辰、3个时辰啊，他有可能会停住。对，这个功德还不算圆满，要继续。你们先走没关系，他继续留在高台上一个人。当时我已经下雪很冷了，他就一袭这种很薄的这种袈裟，坐在台上继续练，自己在打坐念经，又是七天，所以长安就一路下雪下不停。”下不停，当时史书形容说长安是千里冰封啊，万里飘雪。你看九月天呢，所以后来慈禧因为这个雪很冷嘛，下雪又天气很冷，所以就把瘟疫的病菌杀死了，就瘟疫压下来了。所以慈禧太后听到这件事，九月下雪大奇迹啊，这个法师果然高明。结果人家慈禧跑在他那个高台前呐、啊，远一看到这个法师就跪拜。口里面还慈禧的嘴里面还念着说：“老菩萨，老菩萨，你是救苦救难的老菩萨。”众人跪慈禧，是慈禧来跪 他，对，慈禧跪他。所以他一生有很多传，这第一个还是慈禧，第二个他到蒋介石的时代，他一样。蒋介石当时在抗战的时候，八年抗战觉得很困惑，这一战不晓得要打多久。结果1941，也就是在抗战结束的前4年，才在中期而已啊，他就找了虚云老和尚。虚云法师来说：“你帮我看一下这个战局怎么样？二战的时候这个战局怎么样？”结果虚云老和尚又很神奇，他拿了一张纸，拿了一把剪刀，把这个纸裁成四方形了。裁成四方形以后就折成三角形了，角对角这样对折，折成三角形，折了几折以后，他拿剪刀在这个纸上面，你看这个纸在这个三角形的纸上面剪了三刀。然后慢慢把这个纸摊开，你看这像中国那个剪纸，对，摊开以后，你看它第一个造型的纸是十字形的，第二个是这种万字形的，第三个一个日字形，这代表什么意思啊？十字形，你知道二战的时候，意大利墨索里尼跟希特勒
跟日本是三个国家侵略国嘛，是侵略国。十字旗是意大利的军旗，墨索里尼用的十字旗，对，就代表意大利。是万字形的，这个万字形的是希特勒的那个纳粹符号。日字形就是代表日本。第一个摊开的是十字形的，对，他说意大利会先败，第二个纳粹会败，第三个投降的就是日本。你看二战的进程是不是这样？历史上告诉我们，第一个投降完全顺序都完全 对，而且他可以这样剪出来就告诉蒋介石，所以蒋介石当时就龙心大业，想这个战争一定可以打赢。对，所以你知道他对西引就非常非常的崇拜。那这个西引到蒋介石这边还没完，后来不是1949要撤退到台湾吗？大陆不是被毛泽东拿走了？拿走以后，毛泽东对西引法师本来说，这个听说是德高望重了，对佛教界的那种影响力这么重，请他来当我的国师。结果怎么请西引就不去，不见毛泽东。结果毛泽东当时底下的人讲，我们主席要见你，你胆敢不来？而且当时整个氛围啊，是说要反那个所谓的反革命，所以你知道底下的人就假毛泽东之意啊，派了一堆人去修理西引法师。怎么修理？又怪事了。那他当时毛泽东要修理他的时候，他已经112岁。对，我刚才在算说。这个生活到现在，他已经100岁的人瑞，对，112岁，骨头拢缩起啊，他还活着。当时毛泽东底下的一些算好像像小红卫兵一样，一些人就跑去就说你是一个反革命分子。你想他打坐，他姿势就维持，他一直都打坐这种姿势。你想那底下的那些小毛头啊，那些共产党就开始拿木棒打他的身体。木棒打一打，一看他还是打坐不动，还得了？你对112岁的人打，把他打死都会，一棒就夯死了。不是，他木棒打了他几棒以后，听到铿铿锵锵的声音，然后觉得他还是坐着不动，拿铁棍再打，打得头破血流了，然后这个筋骨肋骨这边都断掉好几根都断了，他还是坐着不动。你知道连打四天以后，这些人说走了，差不多了，这个反正丢在那边自生自灭，应该会死了。结果过了几天以后，听庙里面传来说，这个老和尚没事，还在那边继续禅坐。所以你刚才讲的打下去那个铿铿锵锵，你知道佛家讲一句话是不是金刚之身？对，就是这样子啊。对对，那你知道后来五天以后，那些小毛头又说，没事啊，过来再继续打，再打又打了七天。打了七天以后，看他坐着，就把他整个推倒，推倒以后，你让他倒下来以后，还是维持这样的一个姿势，姿势是躺卧的一个姿势，躺着在打坐的姿势，又维持这样的姿势，维持了八天。人家说他是入定八天，八天以后突然间他坐起来好了，醒过来，没事情。他117岁，其实还有一个事情。117岁，你知道当时他在浙江那个叫天台山盖了一个云居室，盖了一个云居室落成的时候，后面还有一些荒地还没弄好，那很多人就说，那我们要再继续把后面盖一间房子，所以就开垦去挖地，挖到一颗大石头，很多人就去说啊，一个大石头等在这边，要把它搬开才有办法建室啊。结果人家很多人去推那个大石头，没办法推得动。对，他117岁，过去说我来。就这样轻轻一推，石头动了，把石头推开。他有两件事：117岁的时候，他可以推巨石，几个人去推没办法。第二个是什么？当时他们和尚不是要到山上去砍柴吗？要烧火生火什么之类的。砍柴那个柴一捆一捆，大概200斤，通常是要两个人前后用棍子这样用抬的，两个人抬还不一定抬得动。200斤，他一手拿一捆，一手拿一捆，总共400斤呢，400斤。117岁的人健步如飞，他有练轻功吗？不晓得，他就是练到后来太神乎其技了。而且他们讲说，117岁看他在走路的时候，当时那个庙里面庙附近下雨，那个山路泥泞啊，他走过去，明明看他又没有凌空，明明看他鞋子就踏在那个泥巴上，对，结果到庙里来，庙这边呢，他鞋子干干净净。哎呦，这个不是雁去弹不留影的概念吗？对，所以很奇怪。那后来是到119岁，他才延吉。对，延吉的时候，你想他火化也很奇怪哦。你知道当时火化的时候，他们讲说火化三天啊，
要回来检他的，看看有没有射粒子。结果刚好第二天火化，第二天他们那个庙后面那个山上着火，森林着火，对，大家100多个和尚跑去救火。是，那边那个庙里面都有一些比较老弱妇孺，你知道他就坐在那边火化，火化到第三天的时候人还没回来，他里面庙里面一个小弟子去看。看他火化到底怎么样，应该成灰了吧？就一看，他整个骨架后肉体烧化了，整个骨架还是打坐的姿势。社长今天晚上来跟我们讲讲看，这个三昧真火锅无所不化，事实上真的有这种火吗？就像你一定看过《西游记》嘛，是《西游记》，你看四大奇书之一，电影电视演了多少？里面有一个。红孩儿，对，牛魔王跟铁扇公主的儿子，对，这个红孩儿镇守在火焰山那边。西游记讲说，孙悟空跟他一行人呢，跟他师父要过火焰山的时候，可以打败牛魔王，可以打败铁扇公主，过不了红孩儿这一关。是为什么？因为红孩儿嘴中啊，可以吐出一把叫三昧真火。是这个三昧真火，它无所不化，而且你脚不洗，扑不灭。孙悟空都打不过他，对，公搞家还写《西游记》来，这里《西游记》嘛，对不对？对、啊，三昧真火那当然是虚构的啊。对，我要跟各位讲，这是千古之谜，它不见得是虚构的、哦、而且它后来印证，就是在佛家里面，来佛家里面，你修行到一定程度的高深了、啊嗯，你可以从自身启动这个三昧真火，嗯，可以启动、嗯。那这个三昧真火启动的时候，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。我先讲，在文献里面讲谁呢？讲释迦牟尼。释迦牟尼在2500年前呐、啊，2500年前，他告诉他的弟子，他当时要圆寂，我们讲说涅槃了，进入涅槃的时候，往归西天了、啊。当时他身边有一个他的那个一个弟子叫阿难陀尊者，那他告诉阿难陀尊者说：“我2月15号我就要走了，所以说那一天就是他的涅槃日嘛。2月15号我要走了。”走了以后呢，那个阿难陀就帮这个释迦牟尼定三口棺材，最小的是金棺，中间呢，因为它是三重套棺嘛，中间的是铁棺，最外边一层是檀木棺。OK， 定做好了，就把世尊的这个大体呢，放在这个释迦牟尼的大体放在这个金棺里面，然后要烧啊，要火化以后看有没有射粒子啊。当时释迦牟尼跟他讲说，我的舍利子要分布到全世界各地，我的信徒那边。结果你知道阿难陀就跟其他弟子在旁边念经，念一念以后就开始点火，在金棺里面点火。这把火点了以后又灭，点了以后又灭，烧了7天7夜，世尊的大体化不掉，没办法烧。那表示阿难陀就觉得奇怪，释迦牟尼不想走吗？他还有什么事要做吗？就后来一想，释迦牟尼有10大弟子，最大的弟子大家都知道的叫迦叶尊者。迦叶尊者就是世尊在灵山法会啊，用拈花微笑这4个字出来，大家都知道了。他拈花微笑，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意思，迦叶尊者知道了，就世尊拈花，迦叶微笑把他接过来了。这个当时他释迦牟尼走的时候，迦叶尊者在别的地方传道布道。没有办法弘法，没有办法回，赶不过来。那听到说那个世尊的预计2月15号要进入涅槃，他等于预言自己要走的那一天嘛，他才开始赶回来。迦叶尊者带了500弟子一路赶，来不及，赶了7天7夜以后才到这边。等于他到的时候，世尊已经走了7天了，火都怎么化都化不掉，化不掉。而佛经里面就记载这件事。当时全世界的第一把三昧真火就是从佛陀身上化出来了，所以佛陀说到底7天7夜的那个火的开关不在外面，不在别人，在他自己身上。而为什么他一直把那个火关掉？7天7夜他在等赶路的迦叶尊者。对，那这个迦叶尊者赶到以后，他们讲说从金棺里面就突然间冒出那个很冲天的白光，他很羡慕那种白光，那个白光一冲天以后，佛陀走了，变成什么？他在金棺里面的大体不见，化成84000颗舍利子。这是在佛经里面正式记载佛陀要走涅槃的那一天啦、啊。对，真的有这样的一件事，提到了三昧真火。我们从佛陀的这个事迹里面就看到，有德行之人，那个三昧真火开关在他自己的身上，没有错。
那金相你一定会讲，那我典记载2500年前写的啊，有没有印证？有没有印证？对呀、啊，那么久的你怎么印证呢？印证就有这么传奇的一个高僧啊，去印证了这一件事，而且是近代史上的一个高僧。哦、这个人叫寂行法师，寂行法师他在光绪2年的时候生，一直到民国13年的时候延吉，才48岁。那这个寂行法师他一生就充满传奇。他当时出生的时候在云南大理这边出生，那出生因为他出生父母就双双过世了，就从小就很苦，阿妈哩呀，不打菜，哦就赤着脚帮人家打工啦，帮人家种田啦为生。到年轻的时候就入赘给一个女人，后来就生了孩子，还生了2个孩子，但因为家里还是很穷很苦，没办法，他会想我到庙里面去打工啊，所以后来。这个佛的因缘啊，佛缘，他跑到那个云南的一个鸡足山，鸡足山有一所寺庙叫祝圣寺，好死不死，他碰到了当时就近代史上第一高僧虚云法师。虚云法师，我曾经在节目里面介绍过，他是三朝五帝的国师啊，历经清朝、蒋介石、毛泽东三个朝代，因为他活了将近120岁。而三朝五个皇帝，包括慈禧太后跟他跪拜，流泪跟他跪拜。慈禧这个老女人，有时候她汗得要死，跟他跪拜。蒋介石也是请他当国师，毛泽东请他当国师，他拒绝了。到1959年才过世。他到这个鸡足山祝圣寺的时候，碰到这个虚云法师在里面当住持。虚云法师当时其实他去的时候，很多和尚跟他讲，看起来这个寂行。和尚啊，看起来畏畏缩缩、矮矮小小、皮肤黑黑的，看不上，都不厉害、啊嗯。这个来打工都不够格，不想让他来。结果他要走的时候，虚云法师一看，这个孩子有慧根，不知道他怎么看的，别人都不要，他就让他留在寺庙里面，就让他去种田，让他去打工。所以这个寂行法师在这个寺庙里面，在这个祝圣寺里面，其实刚开始也不是出当和尚、欸嗯、也是帮人家打工打杂，养活一家八口嘛。后来你知道打杂，他很认真。后来把他家里、把他老婆、2个小孩、岳父岳母全部夯不啷当把我带到寺庙里面来。是，结果寺庙人更怒啊，规家伙要让他吵来家，又要赶。结果还是一样，虚云法师帮他保下来。说这个人呢、啊，将来你们拭目以待。啊，大家拭目以待什么？阿弥利亚，啊，不要两经三拢不要，怎么办？后来到虚云法师开口了，就让他留在庙里面继续打工。后来有一天，他跑去跟那个虚云法师讲，就寂行法师跟虚云法师讲说，我想出家。哦，我想出家。佛缘到了，时候到了。对，突然间就讲说他想出家。那虚云法师跟他讲，时间也到了。所以虚云法师他有他预知的一些能力，他时间是到了，可以。后来就帮他剃度。对，戒度、剃度、剃度又出家了。出家以后，这个寂行法师，其实他做的工作一样，白天还是在庙里面打杂，说挑水、砍柴啦、煮饭啦，都做很低贱的工作。晚上，他就跟寂行法师，他用听的，他慢力呀，用听的听寂行法师在念诵佛经。他但是用听的，他可以去背诵，而且到后来，他可以理解这个佛经里面的一个意思，就是。大事不是几个，然后光是用听的，他就心领神会。对，然后刚才讲，最主要还是三灭真火这一段传奇。他48岁的时候，有一天呢、啊，那个虚云法师在他寺庙里面要盖一个佛塔，叫海会塔。海会塔在盖的差不多快好的时候，寂行法师突然间跑到那个虚云这边，跟虚云说：“那个师尊，那个等海会塔。”盖好之后了、是不是可以让我永生永世来守它？虚云法师一听这一句话有玄机，怎么什么叫永生永世去守这一座佛塔？佛塔里面是放骨灰的地方啊，你要永生永世守它，就是表示你也要走了进去嘛。你要走了以后烧成灰塔，那个骨灰塔你放在这里面。可是眼前的寂行法师好端端的才48岁，说老也不老啊，对，也没有生病都没有。但虚云法师也参透这一句话，说你的时间也到了，该走的时候就要走。当时这个寂行和尚啊，就跪在地上跟虚云法师说：“师尊，我很舍不得离开你。”他自己知道延期的日子要到了。虚云法师说：“没关系，你就安心的走。”结果后来，
有一天呢、啊，有一天他到那个海瑞塔这边了、啊。海瑞塔这边，他说要他去要去那边打坐，结果就坐在地上打坐了，禅坐了、嗯。当时呢，当时那个他打坐的那个离打坐的地方不远的那个寺庙广场，很多和尚在那边晚上，很多晚上和尚还没睡觉，甚至附近村子里面的人就看到他打坐那个方向，海瑞塔那个方向，白光冲天，嗯，没有人知道是什么，嗯、而且大家一度以为是什么火烧了，嗯，灰球出啊，冒出火了，我对。这第一天，结果后来大家那个和尚就跑去看，其他和尚跑去看，没事啊，就只有他在那边打坐啊，白光也不见了、啊嗯。第二天晚上又是白光冲天，村民说不可能，一定是着火了，着火了。后来那个虚云法师跟你们稍安勿躁，让他这个白光冲天，你们就看看三天之后再说。结果第三天晚上又是白光冲天，第四天当时云南呢、啊、一个非常有近代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云南都督叫唐继尧。嗯唐继尧，云南的都督带他的财政厅长，因为都是 佛教徒嘛，带他的财政厅长王竹春，还有水利局长张卓先，三个人还带着记者，说这个怪现象要去看一看。结果他们就赶到这个寺庙，所以他们有见证，这几个是一个见证者。他们去寺庙那边，记者当时还拍下当时这个寂行法师作画的这张图片。是，那印象来了。你看这张图片作画嘛，就眼睛半闭，很安详走了，没什么了不起，对不对？告诉你，当时虚云法师跟其他徒众全部到这边，其他徒众跪拜完以后，要去把他的大体搬起来，搬起来要入缸嘛，入缸以后看能不能像我们讲的肉身菩萨不腐，对，肉身不腐。结果虚云法师说：“你们不要动，不要动，而且声音要小，都不要去动它。”他其实已经化成灰了，为什么呢？前三天的白光冲天呢、啊？其实就是寂行法师自己启动的所谓三昧真我，把自己化成灰。等一下，你说那个火源怎么来的？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看到的那个光，白光，对，那个火怎么来的？跟世尊到释迦牟尼当时要涅槃的时候，在那个金光里面呢、啊，冒出的白光是一样的，哦，只冒出白光，那其实你看不到火，没有火。没有啊，这要怎么解释啊？对，那虚云法师就说：“你看这张图片，他传奇的就是这张图片是他作画，又是这样一张图片，鬼狼过后啊。”对啊，其实他已经是成灰了，怎么成灰了？你知道吗？大家要去动，刚才讲虚云法师叫大家不要去动到他的大体，虚云法师就在那边念经，然后拿那个念经的木鱼在那边敲，你知道他当时在看的时候，哭敲一声，哭敲第二声。第三声敲木鱼敲哭的时候，他整个人崩塌下来，变成灰，变成灰。这个太不科学了吧？对，所以你觉得很奇怪啊？那虚云法师当时就到叫大家看说，这个为什么他知道寂行法师是用三昧真我启动把自己烧化了？因为他看到他坐的坐相是安好，可是。这个寂行法师旁边，他也是有一个木鱼啊。打坐的时候要连接什么要木鱼，那个木鱼的那个木鱼啊，已经烧化，而且那个木鱼不是有一个敲吗？一个敲的那个木头吗？那个木头已经碳化了，木头都碳化，它还可以维持一个人形的外在，而且他的鞋子，他穿的那个鞋子，鞋子也已经不见了，烧化了，是烧化掉。所以寂行法师他观察到这么。很细微的东西，所以知道他这个，你看他好像是一个像在这边啊，其实是实，我们讲实像虚像，它是一个虚像，它其实启动真我，才有旁边那个木鱼也会化掉，鞋子也化掉，所以他判定他应该烧啊，果然那个木鱼声一敲第三声的时候，他整个人崩塌，所以说用三昧真我把自己烧化的一个传奇高僧呢，在民国三年的时候有这么多的。我们常听讲金刚不坏之身，那不是只有出现在佛经上面，在现实生活呢？社长要带我们来看一看，这真是不可思议呀、啊！生也传奇，死也传奇的甘珠活佛。对，金相，我曾经讲过一句话，说所有的传奇啊，每一个宗教都有，但你传奇如果没有经过印证、实证的话，是。它就只是一种传说而已，对，它没有走到现实里面来。究竟真的假的？信者恒信，不信者恒不信。是。那我们知道，在佛学经典里面有一个非常传奇的，就是金刚不坏之身。对。那在2500年前，释迦牟尼当时圆寂的时候啊，火化7天7夜火化不掉，对，大火烧不掉，对。
一直到七天七夜以后，他的大弟子迦叶尊者率领五百弟子啊，回到他身边的时候，释迦牟尼才甘愿灭照啊。对哦，就一个金光，自己全身三昧真火烧起来，化成八万四千个舍利子。那这种东西七天七夜烧不化，可能吗？很不科学啊。人体的极限不科学嘛。但这个经过印证，经过你，而且是近代的事。你知道这位十七世甘珠活佛啊，我是在哪里？在北陀华语寺。北陀华语寺。北陀啊。对，在北陀华。1978的时候才过世啊，过世的时候64岁，1978离现在不远嘛。对。而且是在我们这边北陀华语寺，他过世的时候，其实很多大师啊，什么广印大师，全部几百个弟子都在身边。嗯哼。他的佛啊，就是五天五夜烧不掉。五天五夜烧不掉。那我先讲一下这个十七世甘珠活佛他的一个传奇。他其实一生就很传奇。他当时是青海人，出生的时候还没有出生之前，他母亲有一次精神上觉得很不安定，很不能，就去找十六世甘珠活佛看病。结果甘珠活佛看到他以后，就居然跪下来说：“你是我未来的母亲。”你是活佛哎？对，活佛跪他，跪一个叫做普通妇人，还有精神不太正常，不是不正常，精神不太比较混乱，对，混乱的状态。他既然跪他说你是我未来的母亲，结果他也不晓得怎么会讲这一句话出来。他母亲也觉得很奇怪，但他母亲有讲说，后来见了十六世甘珠活佛啊，灌顶之后，回去又精神都一直非常愉快，精神舒畅。那后来怀孕的时候，不到一两年时间怀孕，生下了这个十七世的甘珠活佛。那甘珠活佛3岁的时候，十六世过世嘛，过世以后就找，根据十六世的那个遗嘱啊，去找这个所谓灵童转世啊，找到他。哎，可是像这样子的一个活佛的所谓的认证的过程，其实都有一些非常不科学、非常巧妙，这巧到让你觉得不可思议的过程，他也是，他也是要经过这样的认证。当时也是想抓周的时候啊，满一岁的时候抓周很多那个。十六世活佛生前用的，他主要抓到什么？抓到十六世念的佛经跟佛珠，佛珠。那佛珠跟佛经里面，其实外面有十几种很多的那种杂七杂八的东西要放在上面，他就挑那两样，那两样就十六世用了。所以印证他3岁的时候确定他就是十七世甘珠，就送他到那个西藏的一个寺庙里面去修行。他其实在10岁的时候还得过那个谁？得过那个溥仪。溥仪师算他那个送他那个黄轿子，抬他地位很高啊，10岁就有溥仪送他，那曹锟当时大总统也送他那个什么草马，所以他一生很传奇。那主要是他圆寂当天，我们刚才讲他64岁在北陀华语寺圆寂的，他1949跟着到台湾，政府到台湾来嘛。那在北陀华语寺的，他之前跟他的弟子讲说他时限已到要走了，结果大家那天就在送他的时候，他就像这样的。用作画的方式是坐着，很安详的走了以后，就因为他是藏传佛教嘛，所以用藏传佛教火化的方式，你知道当时还特别帮他盖了一座像火化塔，叫金炉啦，金炉，就把他的大体这样作画的放进那个火化塔里面，哦，里面那个门一关起来，大火烧啊，柴火一天就烧，烧了五天五夜，当时本来想开塔的时候，还觉得里面温度太高了，因为已经烧了五天五夜，温度太高，人没办法靠近，所以又等了2天，等于说第7天以后开塔，开塔一开，所有人整个愣住，金刚不坏之身，刚才讲那个传奇啊，他走到真实的世界里面来，他高僧就是有这种人来去印证。但有修为的高僧，通常啊，你火化之后，我们就去数那个舍利子，哇，这么多舍利子，有修之人，他不是这个层次的，五天五夜还金刚不坏。对，其实这种东西也叫舍利，叫金身舍利、全身舍利，整座身、整个身体就是一个舍利。结果五天五夜烧不化，后来就只好把他那个大体整个搬出来。搬出来，你现在去北陀华语寺，你会看到一尊这个是铜像，这个是你里面就是以他的金身啊放在这里面，找当时很有名的雕刻大师、雕塑大师杨英峰、是朱敏，对，两个大师帮他用他的形象去塑造这个一个铜像，哦，把他金身放在这里面供人膜拜。所以这个五天五夜火化，你违反科学，但他就是真的做到了。所以我们讲到。这样子的一个不可思议，在宗教界啊，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个，这个叫做
神变吗？还是天蚕变吗？已经原籍的高僧，你去看哦，那个面容变，往哪里去？搞木子灰吗？不对，他往回春的脸色去变了。对，那这个更神奇，这个是因海而上，他离现在更近，在2017年1月15日才过世，才原籍的一个高僧叫因海和尚。那因海这个因海法师，你看他原籍的时候，他当时十二月，等于2016年12月底，就跟他几百个大弟子讲，说我差不多1月10几号要原籍呢，哦，大家都集中在那边等他。你看这张图片，很多人都围在他身边嘛。后来他要作画，作画的时候，就像你看这张照片，这张照片是他已经作画了，他坐在那边，中间穿黑色衣服呢，作画在那边，后面围着他弟子，他已经作画11个小时以后拍这张图片，已经走了11个小时，这看起来像是随时会醒过来入定的状态。对，你感觉不到他其实是很安详了。那你看他作画11个小时以后，因为年纪大，他是94岁才走了。有几岁才走？那你看他作画的时候，你看他的脸颊稍微有老人家有点脱水，对，陷下去，对，哦，有点小小的胡须啊，对，但基本上是很安详。你看他这个面容，11个小时以后，这边特别看，11个小时以后拍的这个图片，刚才后面还有很多弟子站在那边的，对。但是很奇怪的是，10天以后，他开始脸就开始变，变到24天以后，你看这个叫神变。你看他刚才的脸颊是这样子。24天以后拍的这张照片，整个脸色啊红润，然后一直慢慢那个脸皮好像鼓起来了。如果照一般你来看的话，是持续脱水、持续干瘪，对，要往越来越干、越来越蜡黄的，应该是这样，应该是这样。可是他们说他神变，他恢复到一个，有人讲说这是一种返老回春的一个功力，所以他脸上你注意他两张皮肤，这个皮肤。眼皮这边啊，脸颊这边都很多皱纹啊，是，你看这个皮肤细嫩如婴儿，对，细嫩有，而且弧像碰，我们讲说那个滑像已经碰回，对，而且你再注意比看他这个胡须这么短，他胡须还继续生长，24天长出这么长的胡须出来，这个很不可思议，24天之后胡须长长了，对，长长了，哦，其实这边没有拍到，是连指甲也继续在长长，好像。还活着，还像活着，人家说这是活的，所以你看他这个，他最经典的就是这一个，很少在宗教界高僧所谓作画以后啊，可以神变，是我几乎没有看到这样的案例。因海和尚在2017年离现在不到2年的时间，对，众目睽睽之下24天他变成这个样子，这是他第一个传奇。那因海和尚一生也是非常多的传奇，我们可以看啊。他一生很多传奇，是当时他活到90几岁嘛，当时到70几岁的时候，有一次他走在街上，那不晓得有一个不晓得是流浪汉还是什么东西，就从他后面冲过来，拿刀就往他腿上这边砍，是一砍把他脚筋整个挑断掉了。对，挑断掉，你知道他送到医院，医院医生一看，因为流血过多嘛，又70几岁了，判定走了。结果5天以后，他突然间又醒过来。复活5天，医院判定5天，走了5天，他复活了。复活又更奇怪，他刚才讲说他70几岁啊，他跟他众弟子说：“你们不能去找这个人算账，这是前世的因果，我必须要担的，我必须要还的。”结果你知道，脚筋斩断掉哦，又70几岁啊，他好了以后，最神奇的是，他可以背130几公斤的那个重物啊，或者说人啊，可以背着这样快步如飞的跑，这个很不可思议，很不可思议。那第三个传奇是他1980年，离现在也是不远。1980年的时候，他曾经呢是当后来他在那个美国加州那边弘法，对。那1980年四川峨眉山呢，盖了一间寺庙，一个大雄宝殿，很大。那众弟子讲说，我们请高僧啊回来跟我们加持一下，是。结果就请他从洛杉矶回来。你看1980年他到桃园机场一下的时候，很多那真的是几百个弟子在那边迎接，众目睽睽之下，他们有一个人讲说，你们注意看这个因海先生的因海和尚的那个脚啊，他是离地在走的，离地很浅，大概3-4公分，你仔细看他有离地在走，凌波微步在移动着呀。对，有人讲说这是一苇渡江的这种概念嘛。那后来有的人说看不到金子能这么挤。好了，那他就到那个四川峨眉山，一到的时候还没进寺庙，因为峨眉山刚好那天下大雨，所以那个山路非常泥泞，很泥泞。你知道因海和尚他穿的那个是布鞋啊，布鞋，而且是白色的。你
他来里里一定会弄得很脏嘛。对，结果没有，他就跟这些人一直走，走到那个大雄宝殿，大雄宝殿里面那个地板都是很光亮，打得很光亮啦、啊。你看他一走进去的时候，大家注意到那些不但没有弄脏，而且他每一步每一步踏在那个大雄宝殿啊，那个地板啊没有脚印，那就代表刚刚外面的雨水泥泞，他是没有接触到的。是。所以有人讲说，这是一苇渡江，达摩一苇渡江的一种高功力啊，他做到了。这是当时在四川峨眉留下的一个佳话。那另外还有一个，就他圆寂的时候，刚才讲说他十二月底跟他弟子讲说他要圆寂，到一月二零一七一月十五号在加州走了。走的时候，他也刚才讲跟那个照片很安详嘛。对。那走的时候，刚好一月十五号，当时在加州要办一个盛大的法会，是观音法会。结果本来是他要主持，但问题是他走了。他要走的时候还跟他弟子说：“没有关系，法会那一天我会回来主持。”是，他不是已经走了，不是圆寂了吗？怎么回来主持、啊？没有可能啊！他用现象给你看。当天一月十五号，当天早上的时候，加州那边那个刮风下雨啊，或者刮风下雨，那个闪电雷鸣啊，那结果法会一开始一声佛号开始。天上开始，天空刚才讲说不是雷雨交加吗？对，变成蓝天白云，哦，出现一道双彩虹。我们讲单彩虹不像一般高僧啊。如果说以前我有讲过，其他高僧说他走的时候，经常有时候会奇怪的出现所谓双彩虹现象。这边一道，你仔细看这边其实还有一道，上面这边还有一道，是两道双彩虹，双彩虹，而且这个彩虹还化身像有一个。这个云里面、啊、你看这个是金龙飞天，你看这个龙头，龙头在这边，连龙的脚在这边，你仔细看，龙脚两根有没有在那？像一种金龙飞天一样，在那个云里面出现，所以它有很多现象。那这边有，它其实那个当时啊，因为冬天嘛，对，一月十五北半球是冬天啊，很冷，很冷。这个华会现场旁边所有的草木啊。周围几公里、几十里里面，那个草木都全部黄了、枯萎，对，都枯了。各位有机会打网络去找找看那一张照片，他那个法会现场的花，红色的花、绿色的枝叶，清脆如新。哎、欸，所以英凯和尚他成愿再来，他真的回来说法，回来，对，他示现给你两道红，红跟泥之外。你刚刚说的，唯独到处都是下雪，冰天雪地，只有这一块地方，就是都很奇特的现象，围绕在那个华会那个会场旁边，而且那个天空，当时他们记载说，当时天空飞来所谓的金刚鹦鹉，金刚鹦鹉是佛家的吉祥物，金刚鹦鹉飞来，不是注意听哦，不是十几只，飞来上千只，布满整个天空，来跟他致敬，所以他很奇怪的一些现象。而且他作画，我刚才没讲，他作画的时候曾经有一个《易经》里面讲的太极、两仪、四象、八卦。今天社长要带我们来看到，将八卦的智慧运用于战法天下第一人，当属诸葛亮。对，就像唐朝大诗人杜甫啊，曾经评断诸葛亮用了一句话，脍炙人口，叫“功盖三分国，名成八阵图”。哦，他提到诸葛亮功盖三分国，当然没话讲。没有事。可是名臣八阵图，这个八阵图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后世一直在追。唐高宗的时候，既然叫他所有的大臣啊、武将啊，你们要去研究这个八阵图，要去找这个八阵图出来。因为唐朝的时候失传，从唐太宗以后就失传了。对。那这个诸葛亮他确实曾经写过一个八阵图，他是用什么？用五行八卦，五行八卦跟奇门遁甲融合应用在一个兵法上面，所以他是。2000年来啊，中国兵法上第一奇书是叫八阵图。那根据这个八阵图，在军事上实际战阵的时候，打仗的时候用出来的阵就叫八卦阵。你想，那这个八卦阵其实它用8864，它总共有64种变化，它排起来像八卦的阵型。是，那这个八卦阵在中国历史上，其实唐太宗的时候有一个名将叫李靖。神话里面那个托塔天王罗刹的父亲李靖，他曾经用八卦阵一箭定阴山，带了1万骑兵去打败北那个东突突厥。另外在明朝的时候，戚继光我以前曾经在节目上讲过，对，打倭寇的时候用过八卦阵。是，清朝的时候曾国藩打太平天国的时候也用八卦阵，但是他们八卦阵所学的都是我们讲8864卦里面，他们可能只是懂三卦，可能最多李靖懂到16卦，
所以他很多东西是失传了。所以刚提到都不是诸葛亮本人哦，他只能某部分三步三招四招三招，他已经可以成为一代名将了，这都是别人流传下来明清。那诸葛亮本人如何运用这一套战法？对，这一套我稍微讲一下。这个八卦阵，你看这边有一个示意，这是其实是赤壁之战里面的一个图啊。是赤壁之战里面那个图，你看它有很多这种排列的，中间的一个圆圈，这是那个诸葛亮本帅本阵坐镇在这边。这边其实是一个方阵，固守叫固守方阵。这边你看有两个箭头，有没有？对，这边有两个箭头，这个叫虎虎阵，虎虎阵。虎虎阵，你看那个研究这个所谓八卦，因为这个八卦阵啊，是八卦阵。你看，其实你看这边都有这个箭头，有没有一个箭头？这个叫虎虎阵，这边又有一个叫手抄连环阵，这边就是中间本阵，一个像方阵一样。它其实是后来历史上有很多研究，为什么它变乱这么奇妙？它里面64个阵法里面呢、啊，它有工兵，有步兵。有弓箭兵、弓弩手，有车兵，就是战车兵，有骑兵，他可以在打仗的时候突然间互相变换位置，所以你敌人进来的时候，你搞不清楚这个阵型怎么突然间就变换了。所以你看这个画面就很清楚，这个敌人的骑兵有没有攻进来，那他一个阵一个阵型在那边变乱，在那边等你，你这个骑兵绕来绕去，你找不到下手的地方，哦，他们突然间八卦阵里面的阵法一变动的时候。有人甚至用形容挥沙走石啊，神幻莫测来形容。你根本困在里面，它就变成这个迷魂阵了。对，那我特别讲，那八卦阵后来为什么？其实八卦阵有三个遗迹啊，还留在这个世界上。是诸葛亮当时一个在哪里呢？在这个宜户浦这个地方，宜户浦八阵图在哪里？在那个长江三峡夔门的西边，离奉节不远。那这个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个战役，你看这个。这个宜户浦这个石堆啊，这个是八卦阵当时诸葛亮留下来的一个，现在保持的最完好的就是这边，所以刚才讲杜甫讲说那个功盖三分国啊，那个明成八阵图，他的明成八阵图就是杜甫走到这边宜户浦来的时候，来玩的时候去怀想诸葛亮写的。那宜户浦这边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战役，他八卦图运用的多好，八卦阵用的多好。当时在西元221年的时候，221年发生两件事。220年，关云长被李蒙斩头斩了，死了。第二个是那个张飞，221年被部下刺杀。然后刘备称帝，也是在那两年称帝。刘备称帝以后讲，这个东吴李蒙斩我的大将关羽啊，我要为关羽复仇，所以就带兵啊8万直攻东吴，对，东征东吴啊。那当时诸葛亮跟他讲，你不能去。赵子龙也跟他讲，你不能去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刚称帝几个月，军心不稳，国内政局也还南方有那个南中那边、云南那边呢、啊，也不稳定，你不能带兵去。那刘备说不，我一定要替关云长报仇，所以呢，那你诸葛亮，那你就留守那个成都好了，你留守这边。那个赵子龙呢，当这后勤兵，你也不愿意，你们都不赞成嘛，你当后勤支援就好了。所以五虎将里面包括黄忠，包括马超是镇守西北，黄忠是镇守那个跟曹魏啊对峙，所以他自己刘备亲自带，但没有什么猛将去那边开始东征东吴，碰到东吴第一名将孙权派出陆逊带兵来打，结果就是历史上所谓有名的火烧700里连营啊，火烧连营700里。刘备被那个陆逊用火攻啊，兵败逃的时候，诸葛亮早就算好，他算到多准了，说刘备一定会败，他带去人一定会败，败的时候他一定会逃，一定要经过长江夔门这个西边这个宜户浦这个地方啊，所以当时诸葛亮就跟刘备带去的另外一个大将马良，跟马良说，你跑到宜户浦这边啊，你就走你的。你不要管后面追兵，后面的追兵会被我挡下来。他已经设好挡追兵的机关了。对，哦，他骗马良，诸葛亮跟马良说，我带着10万精兵在这边等他，所以你们逃你们的。是。结果后来马良逃到这边一看，啊，哪都没人，真的没有追兵过来了。没有，有追兵过来，哦，就说诸葛亮，你说的10万兵来支援我吗？结果我没看到自己人的兵马都没有，只看到一堆石堆，10万石堆在这里。对，奇怪的那种石堆，所以这个石堆现在还在。就是诸葛亮在那边摆的
可以比得过十万兵马的所谓八卦阵。陆逊当时后来就后面追兵一路追啊，刘备马良他们过去以后，陆逊来到这边一看，奇奇怪怪的，这怎么有一堆石堆在这边江边外？哦，那个有人在晃那个烧草啊，那个烟雾弥漫。陆逊想说这个一定有鬼嘛，是不是有伏兵啊？所以陆逊不敢进，先进叫其他人那个斥候兵啊，前面那个哨兵啊，你们先进去看。结果那个哨兵一进去又走不出来，迷魂阵走不出来。陆逊想奇怪，我派过去的人怎么一直都没有回复啊？自己亲自进去带了兵进去又迷失在这个迷魂阵里面，他也是一样走不出来。对，有人甚至形容了，如果像小说啦、《三国演义》啊，像戏剧形容说，陆逊进去的时候，整个阵里面飞沙走石啊，用到这样形容。那其实他进去的时候，就因为烟雾弥漫，他这个阵本来就是不好走的一个路。结果他进去又，后来陆逊是怎么出来呢？陆逊是碰到有人讲说，他碰到的是那个诸葛亮的叶护，当时亲戚救他，把他带出来了。所以陆逊出来又大惊失色，说这什么阵法，我进去又竟然找不到路，出不去也进不去也出不来，进得去出不来。所以后来陆逊退兵，所以刘备才回到那个蜀中。这是第一次西元2221年的第一次应用，对，在鱼虎堡这边的八阵图的一个八卦阵，用石堆做的而已。第二个更厉害的是在西元231年，当时蜀国啊，我们讲诸葛亮有五次北伐嘛，北伐第四次北伐的是西元231年，231年他打到哪里？打到有一个叫鲁城这个地方，在陕西，然后一个上邽这个地方，上邽是在甘肃天水，跟谁打？跟三国第一名将司马懿十万雄兵啊打，当时刚才这仗非常玄妙，是当时司马懿10万精兵过来，我们看这个红线的图。司马懿从上邽这边、留下他的一个大将固守粮仓，然后就直攻鲁城。那因为诸葛亮只有3万兵马嘛，被司马懿又是这种大将10万啦、这一仗你根本不能打，也不好打。结果诸葛亮用了中国军事史上非常特殊的，司马懿从这边追过来，对不对？我照讲是固守这边嘛，我3万我当然要守啊。对，那或者说我退我跑，都可以。结果呢？诸葛亮不是，你看这条白线呢？这条司马懿红线过来，诸葛亮是逆行而上，跟你交叉并肩而过，对，擦身而过。你白色的，他这个打法代表什么？我奇袭嘛，我直接攻你粮仓。诸葛亮直接攻粮仓，把上邽这边的大将杀了。对，司马懿大将杀了，把粮仓端掉，断你后援。对，那司马懿很气，就在从鲁城这边再回师，在这边有一个叫木门、所以这个以前有人从八卦阵也叫木门阵，在木门这个地方碰到诸葛亮，诸葛亮知道你一定会来，所以在这边就刚才你看的那个图啊，他直接就用 这种形式，3万人摆了一个八卦阵，摆了八卦阵，其实在应用上，它可以在平地，可以在水边，在山地，阵法是不一样了。他就在木门这边摆一个八卦阵，司马懿过来10万精兵、司马懿当时三国有一个名将在司马懿手下叫张合，哇，这个张合也是一个，张合当时就跟司马懿讲说，诸葛亮这个人厉害，不要强攻，让他跑就好了。司马懿说不行，我一急要把他拿下，我难得10万精兵倾巢而出啊，就在木门这边，结果叫张合啊，你主攻。攻一个南边诸葛亮分成两个阵营，两个八卦阵。南阵是由谁？南阵是由很有名叫王平，王平是刘备手下一个特种部队的一个将帅，叫无当飞金。王平守南阵，诸葛亮守北阵。结果张合就攻王平这边了，司马懿自己亲自攻诸葛亮这边了。结果两边攻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个八卦阵一启动，张合，你看刚才那个赤壁之战那个用的那个八卦阵，所有那个张合的部队冲进这个所谓空隙呀、冲进去以后，冲进去就困住了。对，他第一个先看到前面那个阵啊，很多阵是前面摆那个鹿角，鹿角还有一根木栅、你冲到那边的时候，你被挡下来，第一个。他们的步兵，那个诸葛亮这边的步兵呢，前面第一排步兵马上蹲下来，所以他信念非常有数。蹲下来又第二个躲在后面的就是
弓箭手了，弓箭手就直接射。所以他阵法一启动的时候很快，所以张合在这一战里面呢、啊，在上邽之战被那个乱箭射死。是，那另外就是司马懿当时在木门这边自己攻北营嘛，跟诸葛亮直接对阵也是一样。司马懿当时说他启动所有几万兵马往前冲的时候，他冲到所有外面那个整个外围那个八卦所谓外围啊，是有那个木栅。他在那边稍微迟疑一挡，你到那边一定会挡住嘛，木栅一定要挡住，你除非把木栅用绳索用什么拉倒以后，你人才能进去啊，部队才能冲进去啊。他在拉的时候一样，万箭齐下，所以司马懿想，哇，这个诸葛亮他们的阵法真的变幻无穷。后来司马懿你知道，他带兵啊，有的从那个侧翼什么东西直接攻的时候，他本来算我会碰到你的是步兵嘛。所以我对步兵我一定有我有的方式，比如说我用长矛兵，你步兵兵箭短，我就接战了嘛。对，我用长矛兵就可以。结果没想到这边他阵型一变乱，诸葛亮在变乱的时候，历史史书写说他八卦阵非常厉害，他变乱的时候鸦雀无声，他不必击鼓，什么都不用，他是用那个红旗啊，用红旗像我们现在打那个旗号，对，打旗号，大家看着旗号哪一个阵，像往后，比如说我们讲的车阵、战车阵往后退。然后工兵阵、那个骑兵阵、啊、往前来，他们都有旗语，对，旗语，而且在进退的时候，第一个秩序不能乱，一乱就要，所以这个阵法你要训练很多年，是，不是说你看这个图就可以用了，你要先用，所以鸦雀无声，哦，变幻有序，反而你司马懿进来的时候，你知道你看到人家这样子这么井然有序啊，你冲你不晓得要到哪里，自己整个乱掉。所以司马懿十万大军呢、啊，后来在上邽这一战啊，被诸葛亮打败。这一战决定了蜀跟魏两国啊30年对峙。所以你知道司马懿讲了一句话，说诸葛亮在的时候，我们最好就不要去打蜀国。结果这个还好是这个第四次北伐，第五次北伐，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逝，所以后来才有所谓霍三国时代开启。所以诸葛亮八卦图、八卦阵。跟这个八阵图一直流传下来，到唐朝的时候失传，后人呢开始慢慢有他的后世的人啊，有很多兵将啊，去慢慢收集一些比较残缺的资料，慢慢拼凑，到现在其实八阵图8/8/64卦也没有办法完整的呈现，大概有的人手上有几卦，这边有懂了几卦，但你懂几卦就也是天下第一名将。我们知道背山面水，易守难攻。这个大家想得到，但今天社长要来告诉我们，战神中的战神韩信，他的背水一战跟人家反着做，居然创下了好几场的经典战役，都是以寡击众，怎么办到的？一直是个千古之谜呀。对，就像千古一战神韩信，他一生之中大大小小的战役打过数十个，可是最为经典的，大家最为受脍炙人口的，谈的都是背水一战。是。而且它变成一句成语，那背水一战究竟怎么办到的？我们讲说刚才讲《孙子兵法》里面提到说，你如果要打战的时候，最好是靠山面水，靠山你后边就不会被截断嘛，对，不容易被截断，不会从人家绕到后边来攻击嘛。面水敌人要攻击你的时候，他要渡河攻击，渡河攻击你，渡河到一半的时候是等于说你兵力防守力最脆弱的时候，我可以攻击你。攻击你之后，你即使有人上岸了，叫抢滩头堡的时候，也是最危险的时候，我可以再次攻击。所以《孙子兵法》讲说，背山面水是最好的一种形式。可是韩信背水一战是反其道而行，反正所以他这个背水一战，很多人在研究，在中国军事史上，他很重要的一个地位。为什么韩信敢这样子做？你背水一战，你背水，你后面是水，前面敌人攻过来。攻过来完蛋了，你如果说万一打败仗或者情势不顺的时候，你要逃没有逃生之路、啊、退一步就死无葬身之地了。对对，所以韩信他会称为战神，他当时用这个时候，他告诉他的士兵讲说，兵无常势，这几个字，兵无常势的就置之死地而后生，大家的士气要拿出来的时候，你就不能有后顾之忧，置之死地而后生了哈。所以韩信打背水一战，他相当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地方在这边，他违反兵法的一个原理。但我先讲背水一战，很多东西很多细节，在我们读书的时候你是不知道的。
韩信当时是在公元前204年的时候，也就项羽乌江自刎的前两年，当时还在楚汉争霸。兄弟们，他公元前204年跟赵国打了一仗，因为赵国当时是挺项羽的。结果韩信打赵国的时候，你看这张图就非常清楚，非常清楚。韩信在哪里呢？这条河叫绵漫水，哦，棉花的棉。漫叶梅的漫，绵漫水，或者说绵漫河这一条河，韩信当时在绵漫河的时候，赵国军队在这边。赵王当时知道韩信要来攻啊，情报收集说韩信只带了10000精兵，带10000人来攻我，赵国有200000呢，包都给你包起来了，怎么打呀这一仗？对，结果当时赵王旁边有一个叫李走车模式，这个模式很厉害，他是战国四大名将李牧的孙子。这个模式，李走车，李走车有一句很经典的话，大家到现在讲，愚者千虑必有一得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，就李走车讲了。李走车当时跟赵王讲说，你虽然有20万兵马，但韩信他能打大大小小打这么多胜仗啊，这个人不可轻慢，你不要轻视他，我们就20万守城坚守不出。但赵王讲一句话说，我20万精兵，他只有10000人来打，我此时不打更待何时？而且我会让人家天下耻笑，我20万人怕10000人啊。所以赵王讲说，你来，拎杯淡你。结果你知道赵王选择一个地方，就太行山啊，那个河北跟山西有一个界上太行山，太行山有所谓太行八险，就是八个关隘，那个八个关隘都非常险要。他选了一个叫井陉，这个井陉的一个地方。这个井陉为什么叫井？因为这个地方呢，在太行山有4座山，像插天一样的高峰，啊，中间是一个凹下去的一个平地，等于说你插翅难飞嘛。我把在这边把你堵住啊，那个旁边的山道都很小。他20万大军选择在这个地方。我们看这个，他派出一个大将叫陈馀，陈馀这个大将他把这个军区的放在这边，韩信呢越过这个绵漫水，也有这个红色的弧形啊，他在边摆了一个阵，这个阵是千古之谜。当时史书在记载说，这个阵呢，勉强可以称为叫掩夜阵。掩夜为什么叫掩夜？掩夜就是月亮是半弦月的时候，半弦月的形式啊，它是这种弧形的掩夜阵。等于说这样弧形的摆开，一般阵就是方阵啊，或者旁边有什么左翼、侧翼。他没有，他这一次是摆一个掩夜阵。掩夜阵在《孙子兵法》里面有提到说，这种掩夜阵非常奇险。几个条件，第一个是不对称地形，这个地形我不是两个都，你是原野或是原野大草原会战，要不对称地形。等于说我像他这边讲的，你要条水，前面是山，它是缓急道了，不对称地形。第二，你要兵强将勇，你要很厉害的兵强勇，你才能去用这种掩夜阵。韩信是呢，第一次历史上第一次试用掩夜阵，他就在这边摆出这样所谓的掩夜阵，半弧形、半掩夜形。然后陈馀这边20万大军就直接攻，黑色的线条是陈馀军队攻到这边，两军对打。当时有一个谜团是，为什么韩信只有10000人？其实他真正的只有8000人，为什么呢？韩信，你看这个地方有一个红色的这个虚线，有没有？他其实10000人里面有派出2000人绕到这个太行山，刚才说有4座插天之山嘛，他既然爬过这一座山，这两千特种部队爬过这一座山，绕到这个营区，你看这个红色的箭头，已经到了敌后了。好，对，2000人特种部队攻到敌后去，韩信交代他们说，等他们其他的部队攻过来，我跟他们打起来的时候，你们就趁其不备啊，攻入他们主帅营，然后在他们主帅营升起我们的韩信的军旗。哇，那个军心大乱了。对，军心大乱。所以当时这个陈馀不知道，陈馀想我就一口气把你吞掉，就直接打过来，打这个半夜阵，这个所谓的掩夜阵，打了半天打不下来，结果这个2000特种部队就直接攻入他的营区，营区里面大乱，主帅所有精兵全部出去啦，一起要歼灭韩信嘛。结果没想到里面的营区人守不住，以后这个特种部队啊，就把这个所谓的陈馀的营区啊拿下来，又升起红色的那种很醒目的大军旗，告诉韩信跟告诉前锋的陈馀部队说，你们的军营已经被我拿下了。结果陈馀回头一看，所有部队回头一看，我们主帅营升起的旗居然是韩信的军旗啊，吓坏了，而且他们想，
韩信究竟是不是情报有误？不止一万吧？要不怎么后面有突然间有跑出这么一个？其实就一万，而且这里只有八千，也没你想的多。对啊、哦、，OK， 结果他就把陈仪打败，所以这条红色的线就是陈绿色的线就是陈仪他败逃的时候撤退，后来陈仪被斩首，二十万赵国这一次被灭掉，大败，所以这个所谓背水一战呢、啊，成为经典的历史。但是他又有一个谜团，刚才讲。在兵法上，他只讲到他是一个偃月阵，实际内容没有人知道。对，就是一个半弧形的，刚才讲后边又是水，你如果被攻破的时候，你跳水都来不及。那为什么敢摆出一个？这个里面实质内容是什么？没有人知道。经过将近400年，有一个人用啊，那个一想，哎，韩信在史书有记载这个偃月阵啊，这个偃月阵的地方，我先讲一下这个。这个当时唐朝韩愈这个石碑是唐朝韩愈立的，叫汉山齐王韩侯背水一战之处，所以这个太经典了。后来其实到将近600年以后，有一个人破解了这个阵法，这个人就是当时魏晋南北朝也有战神之称的，叫刘裕，这一个人宋武帝南朝的开国皇帝宋武帝，将近600年了。这个刘裕当时是在魏晋南北朝他手下带领的一个叫北府军团，他研究了很久，终于知道这个阵型是怎么摆的。你知道刘裕也是一样，他当时带领3000步兵啊，跟谁？跟北魏拓跋氏那个鲜卑人非常善战，北方民族啊，南方人怕得要死。刘裕3000步兵，北魏拓跋氏派他的大将长孙嵩带了30000骑兵啊，到黄河这边追击刘裕。刘裕当时就在黄河边，就用了这个所谓的。他把这个名字改不叫偃月阵，叫雀跃阵。是，雀跃阵。这个雀跃阵，他用的阵法就非常明确了。当时说韩信的时候是一个谜，没有人知道那个到底是什么一个阵法，半圆形的。他摆出来看这个阵型，这个叫雀跃阵。这一张图，这边呢是北魏军团骑兵，你看得非常清楚。这张图其实呢，然后那个刘裕的军团3000步兵在这里面，刘裕在正中间这边，你看他外围有很奇怪的这种东西啊。这种东西好像前面有一个这种尖牌，有没有？对，后面像步车。这个东西呢，对，破解出来叫阵厢车，等于说在骑兵要攻击的时候，这个刘裕军团这个所谓雀跃阵啊，有所谓这个阵厢车是吧？这种车，它这种车像我们推车，有两个轮子，这个推车的正前方有竖那个像虎头盾牌，盾牌。旁边也有盾牌围起来，等于说敌方的那个骑兵或者弓箭手射箭来的时候，我可以挡住，射不到我。所以他前面一两排是这样的一个叫阵厢车。哦，阵厢车，你看这边有很多的那个长枪，有没有？对，因为他的虎头的眼睛跟嘴巴这边是开口的，对，开口的，我可以从眼睛啊跟嘴巴里面拿这个长枪去戳你骑兵要冲阵的时候啊，你会被这个长枪挡住，这是其中之一。第二个。刘裕用这个阵法用得非常好，是当时北魏骑兵啊，长孙嵩带领这个骑兵往前冲的时候，刘裕跟韩信一样，先示弱，派一个部队出去迎击又败了。韩信当时背水一战，刚开始也故意示弱跑回来这个阵型里面，刘裕也是一样，跑回来阵型里面躲起来以后，北魏骑兵到一定距离啊，刘裕叫弓箭手开始射箭，还故意拿什么箭呢？很烂的箭，叫软弓短箭，欺敌。对，我骗你，我箭射不到啊，射到盔甲也掉下来，不好啊。整个北魏阵型，哇，赢了，问了，哎，就直接冲嘛，冲了又问题，冲到一定距离的时候，他刚才讲说这个长枪对不对？刘裕下令把长枪锯半，锯短。为什么要锯短？锯短，它里面其实有这种东西。叫三弓强弩，哇塞！三弓强弩，它里面其实埋伏的这种，大概有100多具这种强弩。怎么用？这种强弩，你看它这个弩弓弩，等于说很强的那个弓箭嘛。弓箭，它把这个长枪，你看锯短了以后，当成箭在用，当成箭。你知道这一射出去不得了，这种箭弩在史书写说北魏军啊吓坏了，为什么？这个箭啊，如果这种长枪这样射出来的时候，它力道可以一连串贯穿五人。哦，是灌刺肉串，啪啪啪啪，一个五个人就应声而倒，这种长枪，所以它威力太大，别会吓。刚才不是短箭、短弓吗？噼噼噼，那个小箭射出来都不好，怎么突然间跑出这种威力这么大的这种弓箭出来？对，结果
100多部，700多个弓箭手轮番一直射，结果别位刚才讲三万骑兵啊，阵型大乱，吓坏了，吓坏了。所以后来刘毅才下令说，他这边其实有3000步兵面，他后面你看这个阵型后面有一个很特殊的，他在那个这个黄河上啊，有所谓他的那个船舰，船舰上面有浮兵，等到你阵型一乱的时候，这个船舰的浮兵啊一靠岸，等于加入支援，源源不绝的后勤。对，后来打败了别位，把别位消灭掉。所以你看刘毅后来用500多年以后，他研究了阵法，把这个所谓的切叶阵啊研究出来。但因为这种阵型太险了，你稍一不慎就是死无葬身之地。所以后来有一句话叫切叶之阵无切叶，切叶之后无切叶。为什么？后来从刘毅以后，没有人敢用这种所谓半叶型的阵法，这种切叶阵。所以切叶之后无切叶，没有人敢用。所以历史上只有两个人，一个韩信，一个刘裕。所以这种阵型在中国军事史上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一种阵法。邀请您一起加入五七报新闻会员，跟俊相一起挖真相。